是要进入登上金钟国的网络节目，在直播中，金钟国就劝松之孝要多运动，运动对身体很好。然而松之孝却说，躺着才是我的体质，不能躺着深蹲嘛，怎么样就是不肯运动，少烦众人。而近日官方公开 SBS 演艺大赏幕后照片，其中松之孝的背肌就意外引起热议。只见松之孝当天穿着一袭母胸礼服，大秀纤细锁骨和白皙裸背，而就有网友发现松之孝背部有着明显的结实肌肉线条，众人看了都傻眼直呼，不是说只会躺着吗？这个是那个问金钟国有没有躺着做深蹲的欧尼吗？让网友都崩溃大呼，被背叛了啊。